如今的黄圣依已是一位十足的辣妈，而且她的身材依旧保持得非常好，颜值也是超级高的。作为两个儿子的母亲，黄圣依不管是穿着还是打扮都非常有型。近日黄圣依现身机场，穿了一件粉红色毛绒大衣，搭配了白色卫衣，这样的她看上去休闲又时尚，肩背一个黑色挎包更是显出了满满少女气质。一路上黄圣依没有过多行李，身旁也没有助理，轻松又随性。再近距离看一下，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黄圣依的皮肤依旧是非常的白皙稚嫩，虽然面带黑超也能看出好气色，在机场一路前行，好似走 T 台，可谓气场十足呢。这世界很酷。